十号选手的参赛曲目是《西域随想》，限时五分钟，请选手做准备。好，现在计时开始。好，邢子瑶，来，接下来是技巧展示，你要展示什么技巧呢？我要展示右手的快速指序和左手的按滑音。好，来准备。这两天我们一直在直播啊，有一些朋友也在问我说，为什么这个古筝到了技巧展示的时候，为什么要换一把琴呢？同样是古筝，为什么不能在第一把琴上演奏呢？其实呢，在技巧展示的换一个曲子呢，都是需要转调的哈。我们的因为是现场直播，我们的这些参赛选手都提前完成这些工作了，主要是为了节省时间。来，邢子瑶，请坐，一分钟的时间。
准备好了吗？计时开始。我们请演奏环节的评委打分，来，请子瑶。接下来呢是才艺考核了，才艺考核跟往常一样，两个选项，规定情境即兴演奏呢，还是自选其他艺术形式展示？我选择二。二，规定的哦，是自选的其他艺术形式的展示，什么节目？朗诵《春江花月夜》。现场朗诵《春江花月夜》。对。好，来，准备，孩子。两分钟的时间。春江花月夜，计时开始。春江潮水连海平，海上明月共潮生，滟滟随波千万里，何处春江无月明。白云一片去悠悠，清风浮上不胜愁，谁家今夜扁舟子，何处相思明月楼，可怜楼上月徘徊，应照离人妆镜台，玉户帘中卷不去，捣衣砧上拂怀来，不知乘月几人归，落叶摇情满江树。谢谢，来，孩子，我们请才艺考核的评委打分并点评。你在演奏的时候，我心里已经有准备了，我想你肯定会才艺很好，肯定会很好。结果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，因为我觉得你的这个才艺当中，把你这个古筝的这个表现，我觉得都非常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。那种让我听到那种这个强音的时候那种亮而不刚，啊，弱音的时候那种柔而这个不虚，感觉真的非常好。所以我刚才上一个选手我在讲，其实我们这个才艺是个桥梁，就是你这个一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就我们这个器乐大赛绝不会越比例越听众越远，大家都是技巧为最主要的，就不讲音乐了，一定不是这样，它一定会越来越离民众更近。所以你现在是这么好的一个年龄，一定要记住今后的艺术道路还非常长，要重视才艺，你会对你的演奏生涯有极好的帮助的，祝贺你。听懂了吗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得分。去掉一个最高分，97.5分；去掉一个最低分，95.0分。10号选手的演奏得分是95.93分，才艺得分0.90分。10号选手邢子瑶的最后得分是96.83分。